吃，这里可以吃吗？吃，这也太凶了！吃，我也服了你了，老六。吃，就是如果用这种好像是愤怒的啊，有点气愤的语气跟阿尔法说，阿尔法直接就有点不敢吃了，吃。你说真的不？那我吃了。阿法来吃，贝蛋吃，今天阿彩有点不对劲，跟我走，还好我机灵。不是，你这动作太快了，来呀！不是，你不要老是预判我行不行？你听我语气，听我语气，你看一下我这个语气就是对不对啊？握手。好的，大哥。哎，行，来，阿福这样想，惨死哥是不是什么大病啊？有点不对劲啊，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不利啊？好了，没事啊，哎，没事儿，哎，真不的，是，不用讨好。你今天犯没犯错？你自己说，你犯没犯错？就是想的太多。来，过去，会桌上，哎，阿福过来。快拦着我！快点！我是让你过来一下，阿发让被他拦着点儿。阿发过来，有啥事啊？啊，你过来，阿发过来，阿发这边好像小脾气已经上来了。阿发过来，你小脾气呢？阿发过来，这是又犯病了吧？我这点小脾气对阿发来说简直就是没有脾气，无动于衷啊。甚至都趴下了。爬塔不会又过去吧？阿发可能觉得贝塔没过来。来，贝塔过来，这是要孤立我啊！贝塔，来过来。贝塔过来。你能不能听点我的话？是谁给你施的大西瓜呀？这是有意见了，给你安排个洗脸卖萌套餐。哎呀，还必须得洗啊！哎呦，我不想让你给我洗脸。什么？你说啥？怎么？